三哥，我跟你讲一件很严重的事。我一开始以为我是精神分裂，或是中了邪，但都不是。我在做梦。殿下话，我看你二闲的。你给我三个关键词，看看我能不能猜出你是干嘛的。做梦，寻找。得到，兄弟，你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？玩玩，不怕撞，不怕撞，我赔不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是我哥。钱，我不管了。我卖出去再买回来，转脸十倍价格卖给你，行不行？霸王啊，别急他贱。你有多少钱啊？说我听听。百千亿，光银行余额就3亿，一分都没赚吧？十年，十亿，十升。